要不是快过年了，得买一堆东西，真不想出门。哎，吃个火龙果代表着火火火火。嗯，哎，你怎么走路的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擦，别擦，你擦得掉吗？这擦屁股有多贵吗？要不你赔钱吧你。你放心，我会画画，我给你画个画，给你盖一下，盖一下就看不到了，真的真的吗？你能画？能能，你相信我大哥，我给你盖一下，真的看不出来的。要是画不好的话，你还是要赔钱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了，把衣服扯平。风里残月的风，柳叶的雨，秋月的风景。看不到了，是不是看不到了？嗯，好看是挺好看的，但是、那这样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再给你一个红包。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看，就是这个，看村长上抖音分12亿，搜索团圆家乡年，立即参与活动，超多红包。哇，真有红包哎！那就算了吧，不用你赔了。啊，行，我们也回去研究一下那个抢红包去。哎，我手机。啊啊啊！不好意思，好险，好险。